随便听一听，犯下了事情，对你最好是，所以最开心自己。没有那么简单，就要去爱，别的也不敢，别的事情。也许好，也许坏，各一半。北港大路归路高点油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里面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。然后后面呢，陆陆续续的有非常多的镜头会来到了现场。那么，一样哦，要来邀请所有的朋友莅临到我们的圣母庙。
是咱三十五信庙会，咱的蛤蟆仔，把咱的小朋友注意看。再次感谢，再次来感谢咱台北市庙会和咱的蛤蟆师。这是正班的，啊，较早咱啊西关啊少年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来，掌声再次鼓励，感谢，感谢咱三零八七六位咱的蛤蟆师表演。再次掌声感谢，感谢咱三点半七票位，感谢。谢谢我再见。
Thank you.